买了一件早餐回来吃。来日本就是要多吃米饭嘛，这个牛肉便当其实超好吃，可是又还买了一个泡芙，还有一个照烧鸡鸡蛋三明治，嘿嘿。你看这个便当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有没有？吃一口肉，Do you like the sandwich? Oh, hell yeah. This is delicious. Hold on. You find it really good. This is really a little bit of egg. Is it amazing? It's a lot of custard. Yeah, this is a white cream filling one. Custard is not cream. But this one is cheaper though. Mochi mochi. Oh, this is 红豆的。比较喜欢奶油的。还可以，不算特别好吃。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日本第三天，我们今天要去神户玩。这边好多好多人啊，我的天，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我以前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，是不是因为过年大家都放假？超多好吃的这个感觉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先去吃神户牛的啦。生煎包怎么那么火啊？神奇，没有想到大家那么爱吃生煎包。My back hurt. 先来吧。刚刚点好，这边点菜压力好大，而且空间非常的狭小。好就话我啲仔女过嚟一齐签咯。真好吃，吃起来像海蜇的皮。这边是我们的牛肉，都是120克。等到了，那就是油亮亮的露露，油亮亮的露露。先吃一口牛味。How is it?柯先生的，蘸蒜酱油，
话，真的如果不爱吃肥肉的，不要吃肥牛。而且蔬菜也很好吃。ちょっと忘れますよね、はい、お醤油も合うからね。そうですよね、うんうん、食べ食べます。辛くない、お肉乗せたらそんなに。はい、うん、消费了23000多，觉得还蛮值得的吧。Do you think it's worth it? Yes, it is. Yeah, yeah. Worth it? I don't know. Okay. 现在在神户这边的港口，有一条巨大的船，是来看海地。My back still hurts. 柯先生的背还在痛。来，我们就走走逛逛哟。漂亮的，那就是那个灯光有点日光反上来的日光有点太刺眼，还有一个小模特在拍照呢。柯先生独门秘技，背的伸展操。好。再买美瞳，我觉得右边的比较好看，比较舒服。点心，有点包虫味，很丰富。What flavor is it? I can't read it, but it's good. You just say spicy. 下一个是为了光线好，在尝试各种角度，所以他刚刚在超市买的高岛屋地下一层楼，好多好吃的面包店，这是咖喱面吧？里面应该是有一整颗蛋。嗯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以为会有颗白薯蛋。这好像是说荷包蛋。蛮好吃的，就是有点干。Jack is shit. 那真是的，柯先生咬出了蛋黄流星。日本一切鸡蛋有关的都好好吃哦。它也是甜口的，基本上没有辣味。Yeah, babe. 嗯，我们的这叫那个香槟。What? The duck wrap. Oh yeah. No, why didn't you say that? I was scared you're gonna bully me. Huh? Pretty good. I'm not hungry. Sit your ass down and eat some pizza, lady. That's me.35 bucks. 面团的整个感觉都不一样，而且 cheese 也比较好吃呢。